好，来乡亲啊，新闻一开始来看到，这个协助到各行各业招募优秀的人才。彰化县政府是来举办到2024鼓动张力职场晋级第二场的就业博览会。现场是来邀请到36间职业厂商，提供1000个以上的多元职缺。劳工处哦，搁来安排到行动充电站，增加资方甲劳方的各项能力，嘛来提升企业主甲劳工的竞争力。请启动。开春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正式启动。就业博览会，鼓动张力。职场晋级，因应产业界欠工严重，广富劳工组织会邀请了36间优质厂商，提供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，包括餐饮业、加高科技以及传统产业等等。搁靠专门替55岁以上的求职者设立的专区，所有职缺伫在就业博览会顶头，会当马上写资料，马上面试。现在正在产业复苏的一个初阶段，那很多的厂商跟今天天气一样求才若渴，那我们也。邀请了厂商哦，36家开了1000个职缺，希望能够让厂商解渴。那同时，求职的一个劳工朋友，我们也期待他们在这一个会场里面能够获得甘露水，然后顺利找到一个好的职缺，能够很好的一个职业发展。伫个就业博览会顶头，劳工处这回阁特别安排行动充电站，替企业主甲劳工朋友增进一场竞争力。我们现场也为劳工朋友跟事业单位、企业代表来进行一个充电，好，那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充电的过程当中，事业单位能够获得更完全、更正确的一个劳动法规的一个资讯，那劳工朋友也能够在这一个充电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设定的真人图书馆。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职涯规划的一个想法。劳工处强调，每年除了举办6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以外，也无定时举办小型征才、甲单一征才等优质的大型服务的就业媒合，替劳工找头路，替企业主找人才。大众新闻，中山园林采访报道。